也要耍心机，女友都把好汤留给自己。我们要一起去日本玩嘛，那他就说啊，我买机票，等到了我们要准备上飞机的时候，他就突然站起来拿着他的东西上飞机，自己坐头等舱，然后我就上飞机的时候我一直走到很后面，就是靠近厕所那边，我超级生气，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可以啊，什么合理？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